刮刮乐，乐乐刮，乐乐爱刮，刮刮乐。欢迎收看今天的乐刮日常，我是乐乐。来赢啊，刮一本，这一个票号的是77366，一个豹子号36，来，到底六不六？来看一下这本的反响啊。来，直接开嘴。这个规则就是找这个屠夫啊，找出来问的话就可以中奖。四福这一个20。这是一个40，累那一张重20，累计40，我记得累计奖金啊。那这边有一个累计60，重20。累计80，中20。累计100，中20。120，中20。这个上面啊，来。这一局这一中一个20啊，我来看看看这一局啊，哎100啊，那么这一个是120，中20，那么这个这是累计140，累计140，这张累计140，继续下一张啊，抱歉，把上面来看这一个，这一个40的奖，这一个40的奖，那么累计180，中40。这是一个2倍啊，这是一个60的奖，这是累计240，中60。这有一个20，累计260，中20。累计280，来继续下账。来，这是一个累计返奖300块了。下一张，第一个没了，来继续。这一个也没有。连空吗？这是好，没有了。那这一本豹子号666没有报出来，这是返奖是一个600一包，返奖是一个300块的返奖，返奖一半。好，我们下边继续冲刺吧。公益彩票乐善人生，我们下期见，拜了个拜。